第八号当铺，生意可以不成交，可是不能做亏本的生意。难道温馨和他妈妈那笔交易就不亏本吗？阿金的账本里面没有亏本。早说嘛，原来是账面的问题啊。张先生，此前的两年鸿运大发，成立跨国企业，当掉最后两年的运气，交换他母亲跟妻子20年和平的共处。好了，那你看现在不亏本了，赶快去把张先生找回来交易吧。你看，怎么会？我刚刚明明你为什么可以使用这支笔？原来这支笔还有这个账本只有阿金才能随意改写事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？是你答应他来接受我的工作，是你让他能使用这支笔的能力，你早就决定好他来接受我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阿金说过，只有你可以让我使用这支笔。我不能。是你不能，还是不愿意？你想结婚？是想结婚，我还想验货穿的婚纱，让所有的人来见证我的爱情，给我祝福。开心就好。虽然我们总
是为了立场不同，看法不一，有些争执，有些冲突，但是绝对不会影响我对你的关爱。我感谢上天的安排，让你不会排斥我，终究我们能够走在一起，让我能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你的伤痛，也越来越感受到你对我的爱。我有一个感觉，觉得自己来到了人间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，等待了千年百年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去做准备，而这永恒的目标就是为了你，阿金，阿金，我们的家人永远欢迎你，请你答应我，我向你求婚。请流露，发泄感受。如果一个人懂得表达自己真实的一面的时候，就离真理不远了。这真是你们白家的包容，死活都不动气。我乐于帮助你发泄痛苦。发泄完了吗？心中完全没有怨恨了吧？什么都没有。
是为了大爱，还是为了一己之爱？这杯酒，等你好几天了。最近比较忙。吴边城小姐，你这是不干我的事情，可是韩先生，我们算是好朋友吧？当然算。这些年，你是我唯一结交的知心朋友。小姐最近常来，虽然有朋友陪着，不过我看出来，她很寂寞。你们之间是发生什么事？如果我帮你上忙的话，我跟陈小姐的事非常复杂，旁人是帮不上忙。可是，谢谢你。如果是因为孙卓的话，这件事与孙卓无关。你几岁了？大孙卓4岁，32。为什么不交女朋友？不会觉得孤单吗？不会啊，每天在店里有事情忙，还好。是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早就有个喜欢的人。我想不只是你知道，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吧。但是他跟别人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来的快乐，只要他快乐我就可以了。像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少，他快乐你就快乐，他快乐有个德国名牌保养品的广告要谈，下午3点以后呢是美国滚石杂志的岳阳六号访问，晚上您要去做美容保养。小丽，你帮我把今天的事情通通改期或者是取消，我要在家里请客，不见任何人。可是，好吧，反正你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你是不是要请那位神秘人物啊？处理今天这些行程应该不难吧？不难，想见你那位神秘人物才难呢。我是你的贴身助理耶，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，都没有人肯相信。好了好了，别废话了，继续去。孙卓小姐，28岁，生日快乐。谢谢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早来。来这么轻轻亲一下，我这样就很满足了。你呀，真是个不贪心的人，坐吧。今天看报纸说传媒大亨以10克拉钻石向你求婚。那又怎样，钻石可以镶在皇冠上，可以戴多少年呢？搞不好到最后还是典当给你啦。你看得很通透，你真的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？每年我生日你都会问我这句话，你真的希望我后悔吗？后悔的人不快乐。如果你不要爱情，我也可以给你别的。给我什么？你可以结婚，失去的只是爱情的部分。结婚跟谁啊？谁都可以，只要可以真心待你，谁都可以。不要，我才不要结婚，我也不需要爱情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阿金还没回来吗？他要回来，自然会回来。那要是他永远不回来了呢？难道你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吗？
不行，你的日子不能这样一成不变了。这个大的摆这边，哎，后面那个小的摆那边。还有这里的布置我也不喜欢，都要改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是阿金的房间，先不要去动它。哇，你看这些衣服真的好讲究啊，我都没穿过这样的讲究衣服。谢谢你帮我买这么多衣服。马金，你会累啊，你对我真的是好好。baby， 我老是把你当做他的替代品。好，应该说他在你的心里始终是无可替代。这样这些年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，但是我越快乐你就觉得自己越悲惨。为什么在我眼前的是你而不是韩诺？为什么韩诺不能像你一样这样对待我？可是我知道我这么想对你真的很不公平，我不想欺骗你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想。阿金，你别对我这么好，你越对我好我就越恨我自己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我对他还是念念不忘？为什么我这么不争气？有些事情需要时间的，尤其是感情，你应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。我好痛苦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一直以为这痛苦会过去的，可是时间越久我就越痛苦。我好痛苦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好痛苦。
随着你离开的日子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痛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为什么你还不回来呢？你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，八号当铺连空气都变得稀薄了。我在高空的大宅子走来走去，看不到你满足的吃相，听不到你甜美的笑声。虽然身边有另一个人陪伴，但是总会让我忍不住拿它来跟你比较，然后我只会更加的想念你。想念的日子变得更加漫长，时间也难过到了极点。阿金，原谅我好吗？不要在外面流浪飘荡了，回来嘛。没有你的岁月里，我所能拥有的一切除了空虚寂寞还是空虚寂寞。长生不死成了永无止境的折磨。阿静，既然你能写出这样的信，为什么又不回来？我竟然会流泪。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代替。My my老板。哦，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老板你好，我姓杨，我叫杨文山。我是日本秋田经济法科大学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，这是我的学生证。哎呦，这么年轻就在外国大学念研究所，真是不简单。没什么啦，老板是这样子的，我回到台湾来是来做研究的，因为我现在在写论文，那我听人家讲，你这边有很多的服务，而且老板你也知道很多学弟的故事。开店嘛，这些有点古董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至于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聊一聊。好啊好啊，里面请。谢谢老板。请坐。老板，我听人家讲说您经营古董生意还不到五年的时间，有很多别人弄不到手的宝物你这边都有，而且你以前不是做这一行的。小姐，你是想问第八号当铺的事对吧？你知道八号当铺？老板老板，真的有这个地方吗？我去年去上海啊，在他们的古董市场里面，我找到一本清朝的小说课本，里面有提到八号当铺。哎，我还以为只是一般的乡野传说而已，真的有这个地方啊？不瞒你说，十年前我还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，被黑道追杀，差点让人给杀掉了，最后走投无路嘛，只好试试第八号当铺。你去过八号当铺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太兴奋了。你去过八号当铺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那地方看起来没什么。嗯，可是就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不过自从我从第八号当铺逃出来以后，我就莫名其妙的开始转运了，不管做什么都成功。当然我一开始我就戒了赌，不到四五年之间我就突然成为一个有亿万身价的富翁。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的。
哎，你刚刚说你是逃出来的，那个地方他是不让人家出来的吗？杨小姐，你以为那个第八号当铺是个普通的地方吗？想去就去，要走就走。那个地方啊，可古怪的。坦白说啊，我是不轻易跟人家提起第八号当铺的。不过我看你是个专家学者，相信你应该比别人客观冷静，所以你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怪力乱神，妖言惑众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名人啊，他们就像旱地拔葱一样，突然呢就功成名就，可是他们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不是早死就是死因成谜，像是什么猫王啦、玛丽莲梦露，还有最近的戴安娜王妃。哦对了，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闻名国际的武打明星嘛。李小龙。我怀疑他们都去过第八号当铺做过交易。做交易？你是说去跟魔鬼做交易，然后出卖灵魂这种传说吗？那可不是传说，也不是故事。其实这种事情从来都不曾间断的。就拿现在那个很有名的孙卓来说吧，我怀疑他也去了。孙卓？我想念你，想念过去，没有人能把你代替。就拿现在那个很有名的孙卓来说吧，我怀疑他也去过。孙卓？你为什么怀疑他？你不觉得他红得太快，红得莫名其妙，太不合理了？你想想看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孩，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她竟然红遍了全世界。还有，她这么漂亮又这么有名，可是自从和她有绯闻的那个经纪人发疯之后，就没有再听说她跟谁好过。这么些年，她的感情是一片空白的。我猜想，他是跟魔鬼做了交易，他拿感情去换取他的成功。可是你刚刚说你从八号当铺逃出来，那你既然去做交易，为什么要逃出来呢？那都是因为我们家的宝物《金刚经》。其实，我当时是要拿它去典当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交易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反悔了。可是那当铺里面的一男一女，他们不肯放过我。幸亏那本《金刚经》意外地打伤了那个男的老板，我才有机会逃脱。真的？老板，那你那本《金刚经》可不可以提供我做研究？那是我的传家宝物啊。啊，我也知道我太强人所难了，我只想试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小姐，其实我们店里头还有很多有关宗教的这些收藏品，你可以尽量参观。好，谢谢老板。
那是我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卖给我的，但他说这是什么可以打开各种结界的万能之药，什么天长地大的他都能打开。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，我看他急需用钱，所以就跟他买了，就当做善事了。可是老板，这很精致哎。哦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，就送给你。啊，这怎么可以？小东西，不要紧，我们有缘嘛。谢谢老板。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你确定今天不会又临时有事吧？不会的，我。那我先去给你拿衣服，等一下来接你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有点事情，对不起哦。又来了，好吧，看在你说的对不起的份上，我得赶快去跟人家说道歉。这样好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我永远把你摆在第一位啊。什么事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出来走走。你最近好像不太喜欢一个人待在当铺里。嗯，晚上台北国家音乐厅有国际世界交响乐团。好好好，我陪你去。多信，你为什么看都不看呢？难道你连好奇心都没有吗？还是你根本就不在乎？当铺和魔鬼做交易，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地方吗？如果我能到那个地方去，我刚刚是什么交易呢？八号当铺。过去没有人能把你代替，一同迎面而来，身上的灵魂颤动和脉脉。如果我能到那个地方去，我当是什么交易呢？是八号当铺。变了，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？
们不能说话，还是你们听不懂我讲的话？你们刚刚一直过来吗？你们，好好好，你们不要再过来了，我走我走我走。我想你是在外面碰到什么脏东西了。你呢，不是得煞了，你是被煞到了，赶快去算算你塔罗牌，还是补上一卦问问凶吉。来，你去休息。哥，怎么办？我在哪？好冷啊！哎，文山，文山，文山，你别开玩笑，文山，文山，阿姐。以后不要再去八号当铺了，不管是想到还是看到，只要跟八号当铺有关的，你都会哀伤一阵子，何苦呢？我今天不是哀伤，是困惑。困惑？困惑什么？我问你，你会告诉我吗？当然。今天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走进了八号当铺，她并不是愉悦的客人，但是她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这事情太奇怪了，我从来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。那韩诺知道吗？我想她可能不知道吧。我真的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八号当铺会出事吗？会吗？
我是不是问一个很笨的问题啊？八号当铺会不会出事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就算真知道，你也不会告诉我的。我真的不知道八号当铺会不会出事。如果你担心，我可以帮你去问。不用了，发生什么事我也处理不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带我去看表演吗？嗯。时间好像差不多了，我去打扮一下。嗯。你说我该穿什么好呢？你穿什么都好。去鬼不去，即将播映的是巨星网。